有請馬耀騰判。張夫人、各位來賓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夫人等隨時我們天主教學校年會在這個場合放幾句多謝的話。首先我們要向林副主教表示衷心的誠意，因為他到這一次的朗誦表演，首先呢以精神來支持我們這個活動的，跟住呢他慷慨經濟來支持我們這個朗誦的表演，最後呢他從好喜答應我們今天帶我們呢自問詞，為著這幾個因為我們啊對他表示衷心的誠意，祈禱之中呢一定求主降福他和考報他的一篇善生。同時呢我們也向蘇文卓先生表示衷心的謝意，蘇先生在百忙之中抽空由香港來到我們之間，作這一次的朗誦表演後的總結，泛論得失並指出推崇朗誦的正確途徑，相信在蘇先生的指導之下，本我的師生必能在朗誦方面會獲得簡大的進步，以在國文修養上獲得裨益而淺。大家都知道蘇先生先後曾在珠海、三亞、文昌、聯合等書院專屬中國文學的。此外蘇先生由1969年至到現在任香港各界的中文朗誦的評判，不用說蘇先生對學問淵博經驗豐富，我們一定得益不少的，在此呢同蘇先生表示衷心的謝意。今天呢有個講的機會呢，我們要向何小蘭老師表示萬分的謝意，因為是何小蘭老師呢替我們邀請蘇先生來我們勞動辛苦翻，可惜呢何小蘭老師呢今天不在場，有事呢會在英國的，但是他離去之前呢妥妥當這樣安排一切接觸啊，不講那麼多，只是三兩句一件事，就是說我們天主教學校聯會校長聯會籌劃這個朗誦比賽，表現出這個學校的活力，表現出他們對教育修養水準的提高，覺得很榮幸，也都感覺得好，因為本人僅代表我們高級常主教向各位致意，希望大家在場的同學同我一起鼓掌，嚟到鼓勵佢哋繼續辦多啲。昨晚曾經場利用呢啲咁嘅環境去打好自己整個人格嘅培養嘅基礎，亦從呢一點咧去發揮中國語文嘅最獨特的地方呢就是單快字、單音字，即是說你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講出最多的字，不是好像俗語話的雞腸那樣，是不是一個字可能要有20个字母而拼成的。而在方快字可以或者單音字
嘅理想最好只要透過朗誦，因為唔單止係從我哋嘅眼睇落去數嘅字母，而知道呢個字究竟表示乜嘢，還可以透過聽覺，我哋啊掌握到呢個字，唔止係佢嘅音，而且係個意。講完呢度咧，想一啲啊，將來會蘇教授會答覆我哋嘅某一些嘅疑難。我哋自己細路嗰個時候咧，周遭有好多紅絲俗語。在天主教嘅文化裏邊咧，亦都有自己某啲獨特發音。經過某個時間，可能我哋人唔係經過朗誦，只要靠一部字典嘅時候，第一間學校為我哋朗誦嘅咧嘅學咧就會講俾你聽啦，就係聖約瑟教區中學第三分校嘅同學，佢為我哋朗誦，個名就叫做《時間》，有請佢哋。
佢就會話俾我聽嘅。係聖心文書嘅同學，佢為我哋朗讀，個名咧就叫子璇。我請佢哋。Oh!
就話聽到喎。佢哋聽到咩聲啊？你聽下咪知咯。不如叫佢哋講俾我哋聽喎。好，嗱，以下落嚟咧就係星羅山女子中學嘅同學會為我哋朗讀，個名就叫做鐵像，不如大家一齊聽下。不過咧，我覺得咧有能做得唔係幾好啊！希望你會明白，不過我相信你會明白嘅，因為你好聰明啊！睇住喎。應該要拍掌，好快就聰明，證明咧我嘅表達能力都唔係差。好啦，就不如聽下以下落嚟，即係為我哋。我做的個名字真的叫方真，是有請筷子的嘉樂薩校的同學。
其實做一條嗰個競品商都咁開心嘅，佢有發第一年啦，亦都有驕傲一年嘅。不如叫一條小河講俾你聽，講俾你聽，你自己分析啦，仲好。冇錯啦，有錢。如果你都想知道點樣算係春天嚟到嘅話咧，就要聽下佢朗誦嘅《春》。好啊。
以下落嚟咧，李馬鬥小學嘅同學咧，佢都有咁嘅感覺喎，因為咧佢會為我哋朗讀兩首嘅嘢作品。第一首咧就係叫做《游子愁》，第二首咧係《母親的手》，有請。
中學嘅同學鼓勵我哋一齊，個名就叫梅花，咁你聽下啦。祈祷业喺小子最后嘅一年，请全日肃立。
時候咧，佢咧有十分鐘嘅時間，我哋咧係作出問題嘅，我哋可以隨便咁樣問佢嘅。啊，唔該，就以你嘅掌聲歡迎蘇文俊教授。不過有句我香港講好，嚟到呢處我都要講，就係一句咩嘢？朗誦咧固然係中國語文教育嘅一個好重要嘅重點之一。理由喺邊度？因為現代小學、中學極少背誦，各位老師知啦，唔多唱，特別喺香港。我喺香港幾十年。接觸大陸師的人，好似去查學咧，唔通你啲老師叫翻背書，成日話死背書，佢唔知道語文教育啊！你唔背咗入個腦一處，永遠唔屬於你。背書唔係學問，但係學問嘅基礎，即係一個人食嘢，吞嗰啲食品落個胃呢個背書，但係吞咗落個胃，消化到點嘅程度？吸收到點嘅程度，佢產生營養嘅高度，呢個係各人而異。但假如話讀語文，尤其中國嘅文學，話一塞住個背誦之門，即係叫我哋所有食嘅嘢唔好擠落個胃，永遠喺你個口處掉，自然孭翻佢出。呢件係萬萬不通。現在大陸醒覺，大陸學校開始。整體提倡背古文觀止、背唐詩，呢個係較為好嘅一個恢復。咁誒，説話講長咗啦嚇。而朗誦呢門功夫，就係結合我哋喺學校
背诵嘅运用，因为背诵只系随随便便阿 Sir 听下，或者背自己听下，朗诵就唔系咯。除咗背之外，仲加上好多情感动态啊，美妙嘅诗情，可以愉悦他人，可以感动他人。基于愉悦感动呢一点，我又有说话讲。嗱，我只稍微白啲讲下，因为不可能好高嘅学理喺书面陈述嘅。如果朗诵无言系使到你在座呢几百人啊，听完之后两粒眼泪。或者聽完就憤怒啲嘅，啊熱血沸騰，呢個係政治性嘅朗讀，政治性有到朗讀，抗戰時期就係、是，或者我哋朗讀完之後，你覺得聽者與讀者起一種心靈上嘅交感默契，呢種係人際關係嘅朗讀，社會性嘅朗讀有。中國在七八世紀直到十一二世紀唐宋期間流行一種叫做當言自語、當聽自語，為什麼起了大屋扯入火酒人客坐席，一坐席之後音樂隊一上來，那個樂隊隊長必須要拎出一篇仲裁，那篇仲裁很漂亮的骈體文、吟詩，當然在這個酒席那說自語，他的術語是自語，將這種說話送到一個來賓的耳朵之中，當然裡頭是很多祝福語啊、歌頌啊、主人啊、萬年平安啊，咁嘅亦有當聽自語，有樂隊自語啊，想聽宣讀一段朗讀文，開席之前宣讀一段朗讀文，就音樂跳舞之前宣讀。呢、這個我叫做社交性嘅朗讀，有呢兩種咧，政治性嘅朗讀係鼓動嗰啲聽眾，社交性嘅朗讀係搞人際關係。但係而今我哋多年喺香港啊，現在我哋係你哋天主教所要推動嘅，絕非社會性。純教育性，教育性在我們中國是最古老，你知道中國的文化做一隻字都想著教育，論教育那種熱情就惡於中國傳統文化，自周公以來那些所謂樂語樂頌就是朗讀化。那既然真正教育取材焉得不然，我就細心睇下，打開你哋今日啲雜會，收到你哋十七間學校所提供嘅教材，好喜歡，幾乎係幾十年來整集體仲裁中之最高水準嘅。點解呢話咁奇咧？就係話佢每篇作品含有強烈教育意義，我哋讀同學用咗佢之後。永遠留住在個腦海中，我們聽完之後縱使不完全記都會感覺到這首是教我們什麼，只要有朗讀達到這個效果。比如他們大就大到世界民族自由和平的路途，是不是？例如第四號的白鴿，第二號的飛鳥與龍鳥，第十號的梅花，梅花我哋中國的國民，第十一號一根的藍土，話明咧國家忙就乜嘢根冇埋。例如呢四首白話詩，呢本圖片喺個表面嗰啲字嗰處嚟欣賞，一聽讀者聽者聽出佢作者對方世界與民族自由與和平之中嘅追求，好嘢，一種降落嚟嘅。對家庭之中母愛的描述竟有幾篇之多，你們是來自並沒有坐埋商量各人選各人的才啊，十七間學校，但是如第三號的子樹寄給媽媽，十三號的母親的手，
跟住游子吟第十四号嘅念，佢就有母亲的念啊。第十六号啊，喺嗰个落败的地毯上果如一只啊，好系描写唔好劲啦。我哋听完呢四首朗诵之后，企图欣赏小朋友声情咁简单咧，我立刻就吸收到佢呢种爱好爱嘅教。好啦，再降落嚟，代表一部分啲人民嘅痛苦的呼吸，跟我哋又有。如第七号嘅冰居，第五号嘅铁像，冰居反映战争痛苦，铁像就代表劳工阶级嘅神圣，啊，写出人嘅性格。第九号写卖盐苦，卖盐苦双重嘅压力，丈夫被征兵，佢就去攞盐嗰种痛苦，呢啲。所謂悲天憫人，處世剛才啊，修女一上台就揾仁愛佈滿喺個天下，以和平又佔滿嗰個天下。一開頭祈禱，所謂仁愛佈滿天下，我哋唔係話每個人可以拎我嘅仁愛去周濟全世界30億人喎。只要我哋眼惻隱之心，我哋眼前見到某人有無論物質上的精神上，我哋即刻一種憐憫同情，已經夠啦，已經夠了。你再有能力幫助更好。若果麻木不仁啊，睇見人哋兵居輪馬蕭蕭，人工戰國在腰，睇見啲爺娘妻子周相送，木然無所動於衷，你仲好啊？有隻馬，特拉精神啊！呢啲咧非人，所以呢一組亦有佢好好有意思嘅地方。咁啊，其他有一兩首咧就快樂型嘅，快樂係代表積極進取。例如春來，咁你唔好帶春來要五百步，就代表一年之計在蚊啊，休之計啊在求。你哋年青時代啊，現在就係你嘅青春啊，把握你嘅青春，不論你後來係媽媽好，係強有力人好，你都要迎接呢個春風，俾我哋無限生機。呢首係俾我哋好快樂。第一首第一號嗰個時間咧，呢首詩極好喎。呢首詩係咩啊？就係孔子所謂：子在川上嘅逝者如斯夫，不捨晝夜。孔子企喺水上邊，指住啲水教啲學生。你睇下啲水，如此滾滾東流，24小時、84小時都好停嘅。可以講每一刻，呢個每一刻停止並非傷感喎，即係話君子以自強不息啊！你既然珍惜嘅時光如逝啊，做乜嘢爭取時光努力咧？嗱，亦非常健康嘅作品。劉失明係比較高層次啲，佢係教人安民樂道。只要你有精神生活嘅人。不一定高樓大廈，住得陋室一樣可以獨起嚟。你話千古住高樓大廈嘅有幾多人？而劉明今日被你哋讀嘅有幾幾篇咧？但係劉直以一個普通嘅官員，佢一間陋室，至今我哋拎佢嗰首陋室嚟要讀，證明啊，有時候精神係高嘅。最後你哋安排，天主行會安排有二。最後揾光榮做結束曬你一切，咁即係話我分析你嘅仲裁啊，從高層次嘅世界民眾自由和平嘅追求，降而家庭母子倫理之愛，再推及於人民痛苦嘅同情，回頭個人精神嘅快樂與進取，一切都係屬於主光榮。於是主光榮做作為本以會議嘅結束。因為我今日嚟唔係去評你，我唔係評判，我不以喺校際評判身份企上，我係一個人客，聽完之後我嘅感受出嚟。要剛才嘅仲裁感受咧，我睇各位老師啊，真係好精神，你哋嘅選材啊，啊一輯輯埋咧，就係一套好有餘嘅德容。我記得我去年在文中心演講，亦是講詩歌的德
現在睇你嘅仲裁，仲裁本身就有教育。各位小朋友，唔好忽略一點。好啦，仲裁咧，實質啲投入你哋各位對雲色、表情、動態呢幾方面略略講下。不過講重以雲色為主。我以前有一句話，生就冇本事讀一首明月幾時有，話就問啫，佢都讀到。你解俾佢聽，即係佢點解話要多讀文言詩詞呢？佢個音節美啊，喺曬白話詩呢，老實噃，係國語讀。剛才讀得最好呢，就是後面上台那位讀頌那個，他本身的國語發音固然好，他這一篇呢讀得很剛好，就是仲稍微閒下這位小朋友曾靜，不是曾靜，是性向失的男的朋友，他的音波盪還有，或者初初上來啦，啊，都不夠啦，還要是製造一些，在哪一節那時候低一點，大一點，慢一點，哪一節那時候粗一點，製造節奏，那他就好，這個口語非常好。那我為什麼說歷年都說白話詩在國語讀，廣東話和白話詩讀極不夠國語讀，但是文言詩呢又到國語不夠廣東話讀，因為廣東呢就承受唐音，唐代那些音律呢就留下來，反為北京就受了胡人的音的衝擊，他們保留得唐音，而我們嶺南就保留了客家，就還好保留得，因此我們讀回唐詩宋詞呢是比國語讀得，但是白話詩我們不夠北京話，好希望再有類似，我呼籲各位老師校長多給一些錢的詩詞給我們青年訓練，他一讀得好舊詩詞百萬元很容易的，一話他曉讀的，但你如果一世停留在讀白話詩，一旦匪篇文詩完全學不來，凡學的一定是力爭上游取不上，唯有這些話不知道不合時機，我們就謝謝各位。我就未來呢將台詞做文律做兩樣進行的，咁我就先讀就讀翻你嘅劉失明咧最短嗰篇啦嚇。劉失明，我就先用嗰個台詞讀，即係你一般嘅台詞讀法咧，嗰啲發音係好重，好重，我叫佢做龍行虎步達。三不在乎又是得你，水不在心又得你，斯是陋室归吾得戚，开门上街路从的一言啫，谈笑有好缘往来无白的，开条数合月金擊，無私足之亂言，無案督素爺。南陽珠寶，西蜀紫雲亭，孔子為何陋之有？之類嘅台詞用於古典詩啊。一定要進入混論，啲混論仲一般人嗰家都講做論文，成日話唔錯又唔錯嘅呢個字。我喺呢次第一次各位部門老師交代，即各位記我呢句説話先。一般任何人，佢唔知任何寫咧
係老一輩我哋阿爺嗰代咧，佢哋讀一句詩咧，帶有好多泛音嘅，即係咿呀呀嘅，擠多好多個音落去嘅。咁呢種叫遊，呢類遊絕不適宜拎出嚟講，要趕住。點解？你不可能喺人一句詩加到咁多個音落去得㗎？呢個唱戲啊，攞唔攞？而韻律重嘢係完全保留嘅，入俾我入將翻呢首嘢變成韻律重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名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台行上街我草色突然惊，谈笑有红鱼，往来无花惊。可以调素琴，阅金经，无丝竹之乱意，无安堕之露影。南阳如干土，西蜀之温庭，孔之云。我留之有呢句做法咧，係比台詞仲難度高咗。你哋知聽唔聽？佢每一個音係要拉長去韻啊，台詞仲有音無韻，韻律仲有音有韻，佢要拉大個音落去。一依家人一輕一重大一慢，嗰套戲你傳嗰套戲，即係我講你傳嗰套戲之後，推佢上去，壓佢落啲樹，睇樹出嚟鼻音，好多鼻音。呢、這個韻律喺好喜歡喺香港咧，十四年前咧我已經提倡，都近年多啦，集體都有用韻律嘅成功，能奪過一兩屆嘅。總冠軍集體運律做總冠軍，嗰啲長髮哥啊嗰啲咁啦，咧以前啊，修女嗰、那個嗰間學校姓穆咧，亦曾經以一種大運與之間嘅獨白奪取總冠軍。呢個我哋相信過下咧，誒奧運一定有好多功勞啊，老師們咧會得覺得呢條路係真正讀中國古典詩嘅路。教下啲講，咁我又用呢句就結束我今日嘅講話。馬神父咧俾我封信，其中有句我好留意，話好唔好提供啲今後嗰個我哋發展呢個朗讀嘅途徑咧？咁我簡單啲就我個經驗嗰啲咧，我哋貴啊貴會啊，好多以前貴喺好對教好在行咧，林副主教嗰啲啊好清楚嘅。都唔使我借住美貌，但我總唔係在可能範圍之內，喺小學期間多俾啲唐詩淺啲淺啲嘅，容易了解而對德性有關嘅嗰啲呢個人生上醫過嚟啦。咁等佢喺學校咧練慣下佢嘅詢問啊，古人所謂詢問遊會，咁佢個使用嗰個四聲啊讀得熟啲咧。呢、这個係一個好辦法，同埋如果校舍佢多做集體讀書，教完一個國文，叫佢一齊嗰陣，呢個係國齋館嘅老套，應該要嘅。但係問題，我就喺度講啊，啲校舍太逼啦，嘈住隔離。如果容許的話咧，同學多讀書，集體讀書，開聲，老師領導導讀，咁然後喺校內組織小組嘅比賽，咁啊。多啲優秀嘅愛好朗讀嘅青朋友，再將佢組成一個隊，慢慢就變成一個主教嘅學校嘅組織活動，再擴而為全部嘅。我睇呢個喺你哋各位先進嘅督導咧，係好滿足嘅。恭祝你哋今日嘅會議成功啊！多謝天主教會嘅支持。因為咗佢哋參賽個學校，所以咧係設咗一啲紀念品啦，係攤俾佢哋嘅。請各學校咧係選出啲。
代表上台咧，係攞呢個紀念嘅。我哋請林家鎮副主教。林家鎮副主教，請上台。品酒咧，請留步。聖若瑟教會中學第三分校。第二個就係聖家學校。跟住筷子機教學生學校，跟住就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分校，九澳聖若瑟學校，加拿大培正學校。月華中學，聖誕學校，路環聖母聖心學校，利眼竇小學。聖羅薩英文小學，聖心女中學，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一分校，跟住就係聖馬克尼羅學校，現在咧，我哋係合照嘅，請馬約翰神父啊，馬約翰神父咧上台。蘇大豪夫婦。